家人的安全，拥有丰沛的动力，舒适七人座的车室空间，完整的主被动安全科技，重新定义豪华七人座休旅车的尊荣舒适，衬托你的王者风采。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四门豪华轿跑车 Q50。升级豪奢华功能套件，悬吊及上升系统 Q50 Super Sport 与完美并驾，然后再超越 Q50 超值载物 Infinity The Power of Drive。 Q50 融合了三大概念车设计精髓，以利落的流体运动折线打造极尽式的跑车化车身，展现跑格魅力，搭载2.0高效涡轮引擎，跑车化悬吊及跑车化刹车系统，创造令人惊艳的性能魅力。旗舰级 ProActive 智慧驾驶科技更赋予 Q50 智慧全方位强化驾驭安全，实践将车成为驾驶者感官延伸的理念。当你驾车奔驰时，提供无懈可击的安全守护，实现您不断超越自我的向往。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您给你双门豪华轿跑车 Q60。Infinity 双门性能轿跑 Q60 搭载 World Auto 2017世界十大引擎殊荣的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，瞬间爆发了400匹的最大马力，同时配备了 DAS 电子线传转向系统、DDS 动态数位悬吊式系统与 Infinity Drive 多模式的行车控制系统，提供了个人化的驾驭体验，让驾驭 Q60 的每个瞬间都是完美的操控享受。再次呢，要感谢车迷朋友们热情的参与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 QA 时间了。今年呢，是我们的30周年品牌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呢，准备了10份礼物要送给大家。等一下，大家1、2、3，帮我大声的喊 Infinity， 我们就真的把礼物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要大声哦！除了帮我们拍美美之外，帮我们也喊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喽，准备喽！1、2、3，大家要有默契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一次，1、2、3 ，Infinity。好，来，玉涵帮我选一位，再一次，好，来喽，大家有默契哦，小声一点哦，1、2、3 ，Infinity。好，各位，请问你是？不是上台。没关系，小心点。请问您现在所在的展区是哪个展区？大声点！你在哪里？没错，来，礼物，谢谢哦。好，再来喽。第二题，准备好喽。玉涵，你要看一下这边的，这边大家都很无聊哎。这我的吗？你们要大声点，让玉涵听到哦。来喽，1、2、3。1、2、3 Infinity。 好吗？绿色这一位大哥，来，你要问他什么？问他今天在舞台上 Infinity 有几位漂亮的车模呢？有几位？6位。大声点，谁最漂亮？都很漂亮。好，来礼物，再来哦，还有礼物哦，准备咯，1、2、3 Infinity。这头发这位先生，那问题来了，看看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主持人的介绍。请问 Infinity 今年在台湾所展出的首款纯电能概念休旅车叫什么名字呢？QX Inspiration。好，还有一题哦。好，好再来准备哦。来喽，你要听一下这边，这边的你要睡着怎么办？好，醒醒醒醒，准备好了吗？这边也有啊。醒醒醒醒，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。哪里？这位先生好。好，来。OK， 那这问题来喽。
十大引擎奖呢？给他按点爱心，快点！哎呀，不错哦，2019没错。恭喜！好，再来，美晨，美晨要不要跟大家炫耀一下你今天领奖哎？我今天20名，大家帮我鼓掌一下好不好？我今天领了一个前20名的车模的奖，但是呢，我如果得到冠军的话呢，我会把衣服反穿。
醒大家，在展区当中呢，我们有规划了限量明信片几张的活动，只要呢在展区当中呢完成品牌的体验区活动，就可以兑换我们的精美小礼。体验活动分别在我们的右前方车辆智能互动体验区、智慧驾驶科技 AR 实境体验、 VC Turbo 超级智涡轮引擎AR 实验体验区，还有呢舞台左前方有我们的日式折纸体验区，感受我们品牌的设计与会，欢迎大家能踊跃的参与。再次呢感谢我们的车迷朋友们，下一场的舞台活动大家知道是什么时间吗？2:15。2:15